妈，妈，哎呀妈呀，哎呀，你妈老了，经不起这么想，死我了。妈，你醒醒！我这不醒着呢吗？说吧。妈，您说，您给嫂子多少钱了？咋的？您别装啊，小虎都告诉我了，您给嫂子钱了。我给了，我愿意给你，管得着吗？妈，你看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不愿意咱家吧有那样的地下活动。可是话又说回来啊，您对我和对我哥可不像对嫂子那么好。你说我偏心眼儿是不是？啊？咋的吧？不就6000块钱吗？我给了，你还能把我豁了啊？我不是那意思，我不是心疼这钱。可是你给他钱能解决实际问题吗？照我说，当初您就不应该把他从乡下。乡下怎么的？乡下怎么的了？你妈从乡下来的呢，生你们三个白脸狼呢。妈，你别妈妈的，我问你，这事是谁告诉你的？是不是小虎子啊？你让小虎回来，我问问他，这孩子怎么黑白不分呢？这孩子，您要说说我，说人小孩干嘛呀？您别生气了。我回家可不听您骂我的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回来，你们一个礼拜回来几回呀？啊，能陪我在一起吃几回饭呢？这出来进去不都是人小丽吗？人家过得不容易呀，怎么的呀这日子？啊，我哥还不容易呢。你哥？你哥是男子汉，人家嫂子一个人，我跟你说，在家领个孩子，你哥三天两头还不回来。你老大不小，你不寻思寻思这些呀？哎呀，啥呀？不要，你吃吧，你别生气了。我你这，本来吧，我今天是想叫姐和姐夫回家包饺子的。您看您殷勤这张脸，要不就算了。你包饺子跟我殷勤有什么关系？死丫头，你这把他叫回去。妈给我饺子啊，把你哥他们叫回来。您不生气了？不生气，啥气？跟我闺女生啥气？嗯，那个是小丽啊。哎，小丽。哎，来了吗？嫂子。哎，那我先出去了啊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回来了，嫂子。丽啊，那个一会儿去买二斤肉馅儿，行，买点茴香。嗯，晚上那个包点饺子。行，那我去。哎呀。真巧啊！哎，可以做什么？做啊！我给你那么多电话，为什么一直没接呢？你觉得咱俩还有通话必要吗？当然有，也没成为朋友啊，也不能成为仇人。有道理。哎，等会儿我啊，我上个洗手间。好的。嗯。喂，你好，妈妈。你是摩洛哥？你是查桑？是我，是我妈妈。哎呀，查桑，你的嘴可太甜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在我们中国，没结婚不能这么叫，啊，这是我们的文化，只有结了婚，你才能这样呢。是啊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妈妈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我又叫错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咱们早晚是一家嘛，啊。哎，萨萨，小柔在你身边吗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她去了卫生间啊。你有什么事儿，我可以告诉她。那倒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，就让她晚上回来吃饭。啊，对了，你跟她一块来吧。好的好的。谁让你接我电话的？我看到是妈妈，上了好多次，所以我这是什么所以？没有所以。喂，小柔啊，没什么大事儿。啊，就是让你早点回来吃饭。哦，对了，你把莫罗哥王子给我带回来，听见没有？请他干嘛呀？拜拜。对不起，我就是。要是给王子当岳母，那会是什么样子？
们吃点东西吧，有点饿了。现在这么早？吃饭还分早晚啊，饿了就吃呗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你那么忙还得陪我吃饭，特别浪费时间啊？没事儿，再忙也得吃饭不是？这也差不多，陪女孩子吃饭向来就不需要借口。那咱就在家吧。你喜欢在这么热闹的地方吃饭啊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中国人不就喜欢热热闹闹的吃饭吗？我就不喜欢，喜欢和不喜欢属于个人的爱好。怎么了？我要是不喜欢在这儿吃饭，是不是我就不是中国人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说话总是这么咄咄逼人啊？是吗？是不是我这样的女孩子特别不可爱啊？我可没这么说。你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说我们分手吧。分手？我们什么时候谈过恋爱啊？你就这么认为？我们没有谈恋爱。我觉得你说的话挺荒唐的。在你眼里别人总是这么荒唐，你的姿态永远在高高在上。我高高在上？你一直都是这么看我的？是。既然你说我没有谈恋爱，也就谈不上分手。我有事先走了。地方立功了啊！我呀，今天是高兴。嗯，好。我今天给小高打电话。嗯，你猜他和谁在一起呢？谁呀？曹操。啊，曹操。啊！哎，他们不都吹了吗？没有，俩人好着呢。嗯，今天他们俩还在一起呢。是吗？嗯。哎，对了，今天应该是轮着我做饭呢。嗯。啊，哟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代劳了。你歇会儿吧啊！对，吃。你呀就别臭美了，我跟你说，嗯，明天，嗯，后天你连着做两天饭。我以为咱们家的 AA 制啊废除了呢，我也不管那些了啊，反正这一桌子菜我呀先吃。干嘛呀，妈？情人梅，来一盒啊！别看了，跟妈聊一会儿。聊什么呀？行啊，闺女，你真的要跟一凡要成了，妈可真扬眉吐气了。
这回啊，让赵毅他妈呀，也看看，看我们我的姑娘就比他姑娘强。这回找了一个海归派呢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搬着呢。心情不好，人一凡多好啊！啊，论学问，论人品，那条件多好啊！听说他爸爸，他们是高干，还是大官呢？大官，大官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才不稀罕呢。你也不喜欢，妈可喜欢，真的。你喜欢，你喜欢，我出去吧。咋的？出找他去啊？妈，你看你赖乎乎的。那带着，啊，情人没带着。带着带着，臭姑娘，臭姑娘。我想去你家，方便吗？来吧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跟你们家人吵架了吧？切，猜就知道。行了，到了再说吧。啊，来了。招待你，我都把苹果递来好了。怎么了？说说吧。我想到你这儿来住两天。想逃避？与其说是逃避，不如说是疗伤。哟，你受伤了？你怎么可能受伤啊？你不是著名的王一刀吗？受伤人怎么可能是你呢？哎呀，防卫不当啊！我看你是防卫过当。来，吃一个。说说吧，李一凡跟你怎么着了？赵荣，我们俩是好姐妹，你最了解我，对吧？你看啊，我以前不是在实验室里面待着，就是在图书馆里待着。我一直是把自己的学位当成人生的第一目标，可是到最后呢，我放弃了自己的爱情生活，我现在我都不会谈恋爱了。你能教教我吗？我教你？你还真以为我是爱情专家呀？我连我自己的爱情我还不知道怎么谈呢。哎，你能告诉我你心里面的那个度量计究竟是谁啊？我哪有度量计呀？你算了吧，我们俩那么好，我还不了解你啊？你不说也行啊。我是不会强人所难的，总有一天我会知道他是谁。行了行了行了啊，说你呢，怎么说我这儿了？李一凡，你俩发展的不顺利啊？恋爱专家就是恋爱专家呀，真是一语道破天机。我跟他没开始就结束了。怎么可能啊？哎，李凡不是一直单恋你好多年吗？哼，我像画呗，只能看不能摸。他怎么着你了？没怎么着我，他说我们两个人不合适。不可能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也打电话。你别打啊，我也觉得我们俩不合适。你俩没开始呢，怎么就不合适啊？你知道吗？我们两个人的兴趣爱好完全不一样。他呢，喜欢去人多热闹的地方吃饭，而我呢，喜欢去环境优雅的地方吃饭。而且更可气的是，我请他去听音乐会，他居然在里面睡着了，而且还打呼噜。你说我们俩合适吗？哎呀，就因为这个呀，就因为这个就分手了，你太可笑了。淑仪呢？啊，还没回来呢吗？你说他要是没事儿，今天不工作，是不是咱们家，我跟你说，就团圆了。
真是，咱们团圆一次真不容易。舒培呢？哦，舒培他厂里边好像挺……哎呦，来了，来了，要见你一面真难呐，就知道工作。哎，你不知道，我厂里现在忙得要死。行了，回来就赶快坐下来吃啊。小丽啊，嗯，拿酒来。哎，不用拿了，喝这个吧，我们厂老郭给你的。来，那咱们就动筷子吧。啊，来，哎，别，着啥急？我说说两句啊。你说什么呀？怎么的？你看你还瞪我一眼，怎么你看不出来咱们家这样啊？我可不能像你这样，我有啥话我就得说。我问你，舒培，最近你都干啥呢？我不说过了吗？工厂里很忙。厂里忙，半个月不回家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看你真忙啊，这家伙比总理还忙啊。我厂子里几百人等着，要没饭吃了，我能不管吗？妈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我不懂，我是不懂，对，我不懂。你们工厂好几百人吃不上饭啊，你得管呢。这家里这几口人吃不上饭，你管不管？妈，舒培他不是故意的，厂里确实挺忙的吧？我就说你小丽是不是？嫁到咱们这家是不是都有九年了？啊，都真是真快九年了，啊？你想一想，人家小丽可是明媒正娶嫁过来的，嫁汉，穿衣吃饭，明白不？人家可不是咱们这家的，我跟你说，老妈子伺候咱们的啊。行啊，每次吃饭都搞得不痛快，吃，多吃多吃。我怎么一说点这话，你就说我这搞得不痛快不痛快？那这话我不说，你说呀？你怎么就不管呢？妈，哥回来不就是赔罪了吗？你看这厂长好看吗？我看，你这正看呢。嗯，嘿，挺漂亮的啊。是，你看，你看这花绣的多好。就是，嗯，你看，哎，这给你比着，嗯，嗯，哎，不错，像你老伴儿不？哎，那能不像吗？多漂亮啊！哎呀，孩子啊，给我买这衣服啊。
我知道他们爱我，是不是？可上的正气我呀，也真够呛。我就心思这淑仪，你说放那铁饭碗的那公家医院多好啊！啊，被打碎了，上什么私营什么玩意儿这个医院，那将来你说老了之后没个退休金，你说怎么办呢？你是真是这……你这就孤陋寡闻了吧？现在啊，是有社会保障体系，哎，只要肯工作，你不愁老了没有生活保障，知道吧？不愁老了，不愁老了，没到老呢，到老了我看他们就……哎呀，你呀，别把孩子看得太紧了，有些话呢，都那么大岁数了。就省着点说啊！我不，就不，真的，我和你想法不一样。这孩子你就得管，你就想叫他们自由啊，没门儿。除非我跟你说，我咽了那口气了，哎，我闭上眼睛了，他愿意咋地咋地，我看不见了。不然的话，我告睁着眼睛我就管。好，你管。睡觉了。买的化妆品才600多块，我怎么买就800多块呢？我是不是被人骗了？应该是800、600，赶快洗澡去。洗澡。早餐，你今天呢下班可以晚点回来，把这个手镯呢给妈送去，好吗？哎，你看看，这手镯不是说妈过生日才送吗？哎，我想过了，早送晚送都一样的，就早点让她高兴呗。哎，哎呦，快点吃，快点吃，不然该迟到了。不碰了，西式早餐呢。来。老公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嗯，开开心心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走喽走喽走喽。咱们家吗？人呢？走了。走了啊。嗯，你怎么不留人家多待一会儿啊？
我留他了，可他说厂里有事儿，那你就走吧。我说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嗯，没事儿。哎，他找你干什么？关于他们厂污水处理的事儿。哎，小柔，我研究的那个膜生物反应器对他们的排污系统非常有帮助，所以舒培啊就想让我帮助他们讲解决这个难题。爸，嗯，那舒培哥什么时候还来咱们家呀？哎呦，哎，过两天还会来，真的，我们俩得经常碰面。真的？我骗你干什么呀？你想想，我负责这项工程的整个的设计图纸和实施的细则，哎，这舒培他能不经常找我碰头吗？太好了。哎。不对啊，哎，不是小柔啊，你怎么那么欢迎舒培来他们家呀？嗯，亲戚嘛，应该的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哎，我发现你还挺爱喝茶的哈。哎，你可别跟别人说啊，其实这是减肥茶。哟，行，我不告别人，这东西对身体好嘛。那也没办法呀。谁让我没您太太身材那么好呢？姐，你这话说的，你也不胖啊，天天喝这玩意儿干嘛？来来来，进进进。其实啊，现在这人喝减肥茶，不是为了减多少的体重。像什么阔太太啦，还有一些白领啦，他们都在流行着什么健身减肥、健身美容，知道吗？其实一个男人想取悦自己的太太，首先要给自己的太太办一张顶级的 VIP 的健身卡，我老公也送了我一张。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。写情书呢？什么呀？我想把房子租出去，然后搬回家住。搬回家住？嗯，出租。你没钱月供房子了？要不我借你？哎呀，不是，你别瞎猜了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对了，我还有个广告要拍，我得走了。你记着啊，走的时候给我锁门，听没？知道了。好，你这个戏要焦急的等待男主人公，是吧？你一定要演好这个戏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导演，我接个电话先。好好，喂，啊，你好，我是租房子是吧？行行，那咱们找个时间见面谈吧。嗯，好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再见。来吧。你好。哎，先生您好，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？我服务？嗯，不是，我这是健身房。看看我们这片健身啊，是这边最便宜的，让您看看去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有就是女士的那种健身的、美容的那种有吗？女士的更多了，美体 SPA、塑身、蒸馏、健身、瑜伽、普拉提都可以呀、啊。哎，您是给朋友办还是自己办？我给我老婆买。哟，看不出来您都结了婚了。谢谢啊。哇，我回来啦。哇，瞧瞧谁呀，这是公主回来啦。今天怎么突然想着回来了啊？怎么啦？我顺便路过，是不是不欢迎我呀？嗯，哎呀，那哪敢呀，欢迎欢迎，你回来来看看我们妈就高兴，正好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鱼，我给你拿去。哎，我吃饭了，你们吃吧，我不吃了啊。哎呀，孩子，你看看，妈今天烧的特别好吃，来得好不如来得巧，才几点呀？你看，吃点吧啊！可是我真的吃饭了。看，吃着的时候，妈还有事儿跟你商量呢。行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不就是让我结婚，赶快结婚？小柔，妈不是跟你商量你的事儿，我也有事儿跟你说。我准备搬回来住，你欢不欢迎我啊？你怎么想着忽然搬回来住啊？因为我忽然就觉得在外面漂流实在太辛苦了，我呢想享受一下家的温馨。我忽然觉得
怎么那么怪怪的？怪什么？一点都不怪。哎，妈，你的那个 AA 制，我是举双手赞成。什么交这个费那个费，什么摊派的这些，我全交还不行吗？就是有一点啊，这些家务活就算了吧。嗯，那要是看在曹操的份上，我考虑考虑。随便你看谁份上，只要能免家务活，怎么都行。哼，小柔，你哪天把曹操带来，妈给你做好吃的。嗯，哎，还有事儿了，走了啊。嗯。哎，休息一会儿吧，来喝杯咖啡。谢谢啊，真好看。我画的呀，这叫时装设计图。你也喜欢画画？我可不行，我小时候跟我妈学过那个剪窗花。是吗？嗯。哎，哪天拿给我看看。剪的不好，跟这个可没法比。你要是喜欢画画，回头我可以教你啊。那可不行，你这一天这么忙，哎呀，哪有时间呢？那就等我不忙的时候。你以后画画的时候，我就站在旁边看就行。喂，哎，小柔啊，什么事啊？我想请我哥帮个忙，帮我搬个家。搬家？你搬哪儿去啊？我想搬回家住两天。我这房子租出去了，人家过两天就搬进来了。你怎么想到搬回家的？呀，你别管了，回头再跟你说吧。那好吧，等一下我叫你哥过来帮你。哎呀，没多少东西，一会儿就搬完了。好了，再见。赵毅。啊。这回好了，小柔搬回去和父母住了。是，他怎么要搬回去了？他前两年发了疯似的要搬出来，怎么抽什么疯呢？他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呗。你等一下帮他搬家，啊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吧。我不去了。那你在家干什么呀？我的脚还没好啊。对了，昨天晚上我都忘问你了，我给婆婆买的手镯，我让你送去，你送了没有啊？切，等他生日再送呗。对，好了。拜拜。怎么了这是啊？来，老师说我上课画的鱼不好。老师说你画的鱼不好？嗯。妈妈看挺好的。老师说我比别的同学画的都差。哎呀，行，妈妈回家教你去，走，嗯，高兴点吧。好了，妈妈买好吃的给你啊。哎，你抽什么风了？怎么突然想起搬回家住去？那怎么了？我一个人在外边住多可怜呢。再说了，我回家之后还可以陪爸妈聊聊天，说说话什么的。这个不像你说的话啊，你什么时候变那么懂事了？你以为只有你最孝顺呢？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？只有女儿才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。行了吧，我的小姑奶奶还一套一套的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你。那是。哎，问你个事儿啊。你知不知道那种就是价钱又合适，完了环境也不错那种健身美容俱乐部？知道啊，怎么了？哎，给你嫂子办个卡，让她去健健身、美美容，省得老在家里想单位那点破事儿。哎，我还真有一个，你看，这一张名片，新开的俱乐部，
里边设施啊什么环境都挺好的，我去过一次，包括我们圈里好多人都在那儿健身，要不你去看看。行，谢谢啊。你是不是办了什么错事儿吧？啊，想收买我嫂子？我办什么亏心事儿？你们男人呐，哎，难说。胡说八道，你哥可不是那种人啊。你慢点开，干嘛呀？嗯，谁呀？哟呵，这俩人怎么的？哎，我来。妈，这个您帮小柔先收拾收拾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啊。干嘛那么着急啊？还给我嫂子办健身房健身卡是吧？赵姨，你等会儿再走。你老婆整天想着娘家，你呢整天想着你老婆。妈又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啊，镯子的事儿吧，我跟您说吧，书里啊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镯子，你们俩都有份儿，只是想等您生日的时候再给您。怎么着，等不及了？妈，你就沉不住气，你这要让我嫂子知道了多不好意思，人家不笑话你庸俗。我庸俗啊？啊，你妈可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你哪像她妈呀？哼，当初要不是你认识淑仪，那你哥怎么和你嫂子认识的呀？说实在的，就你岳母那出身啊，打死我也不和她攀亲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跟他们家攀亲吧，倒也不跌份。你这个岳父怎么说也是个知名的作家。俗。不是妈，挺好，您还能想得遮得过来啊。好，那我先去了啊。慢走啊。小丽，你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，你在绘画方面非常有天赋。老师您净夸我，我哪有什么天赋啊，跟这些孩子们学习，你说我比他们快点吗？喂，哎，一凡，哎，我是郑阿姨。哎，郑阿姨啊，你好吗？哎，工作好啊。哎呀，男人搞事业这是好事儿啊，可得注意身体啊。嗯，真的，你听阿姨说，这个老同志不就是教导咱们吗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呢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啊，得学会休息，劳逸结合嘛，啊，不要总在办公室里坐着，要出去吸吸点新鲜空气，啊。是，我知道，阿姨。适当的运动运动，年轻人呐，不要总忙于工作啊，注意身体。好，你放心，那个您和叔叔要多注意身体啊。好好好。好，你这孩子真是，你嘴真甜呐，真会说话，阿姨可爱听你说话了。
啊，巴瑞身体挺好。哎，我们两个都挺硬朗的。我们都非常喜欢你。啊，什么时候来家坐坐啊？咱们喝点茶，聊一聊啊，好吧？哎，好，那您忙着啊，您忙着，好好，好的，好的，电话联系，好的，再见。一直在身后。